好，第22题，它 P 是这一个 ，Q 是这一个 ，R 是这一个，然后 R 等于 P 减 2Q， 所以 R 等于 P 减 2Q 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 R 是这一个，然后 P 减 2Q，P 是这一个，然后减二，然后 Q 是这一个。好，所以我就有三 A 加 B 减二 A 减四 B， 所以它这一个是 A 减三 B， 所以我的二 M 加 M 等于一 ，M 减 M 等于减三。OK， 我是在比较着它的 coefficient of A， 这个是 1A， 然后还有我 coefficient of B。OK， so 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是 equation 一，这个是 equation 二，然后我就用加减消减法了。我拿我的 equation 一来加 equation 二，三 m 等于减二 ，m 等于减二倍三。OK， 然后我 sub m 等于减二倍三 into equation 二，减二倍三减 n 等于减三，减二倍三加三等于 n，n 等于七倍三。所以我的 m 等于减二倍三 ，n 等于七倍三。好。